小班姐姐，爷爷做的肥肠蛋是用什么做的？面粉和黑芝麻糊。小圆姨，你晓得什么是绝情蛋吗？我知道呀，就是一个人想念一个人的时候，然后就吃了那个，就不会再想念他了。圆姨，你那么小年纪，还能理解这么深的故事呢？我特别懂感情，爸爸。我觉得你应该吃绝情蛋。为什么呀？这样你就不会想念妈妈了。来了来了，开饭啦！来啦！哇，大姐，这好，这好，不好。哎呀，我哪那么厉害？这些都是林桑做的，我只是配菜小工。多厉害！说几句。还要说两句。今天呢，这个很冒昧啊，在嘟嘟家，把大家聚在一起呢，其实就一个话题，我想感谢啊，在座的诸位这段时间对我们家盼盼的照顾，真的，我打心眼里谢谢你们。您太客气了，还做了这么一顿丰盛的晚宴。其实说真的，我特别感谢小盼，他愿意照顾得这么好，也减轻了我不少压力。圆圆，还不谢谢你小盼姐姐。谢谢小盼姐。叔叔，其实我也得感谢小盼。本来我都已经中年危机脱发了，结果小盼来了，每天给我做特别丰盛的营养早餐，我都胖了，就怪你。怪我了？嘟嘟阿姨，我觉得你没长胖。叫我什么呢？叫姐姐。林桑，真的是非常感谢你生一个那么好的女儿。小盼来到我们中介所以后，给我出了不少主意。漂亮姐姐说的好。哎，你们都说完了，该轮到我了。乖叔叔，不许说话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很怪啊。不是，我。爷爷，我想吃你做的清淡。不是，你先告诉我，你确定是叫我吗？你啊，爷爷。不是，你想好了，你过过脑子好吧？你到底应该管我叫什么？爷爷啊。我没那么老，你有胡子吗？有啊，不是吗？可是你管他叫什么？妈妈。那不叫什么姐姐。吓我一跳。叫什么？小盼姐姐。啊，那他管我叫什么？对嘛？那你管我叫什么呀？爷爷呀。哎，这样啊，咱们做个游戏好不好啊？其实很简单啊，就是一会儿我用手指指向谁，你就不能犹豫啊。第一时间把他们的称呼说出来。好。预备，开始。高叔叔，姐姐，奶奶。爷爷，姐姐，爸爸，哥哥，哎，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嘛。哎呀，反正啊，不管怎么说，这辈分有点乱。我一看见他，我就想起盼盼小的时候。但那个时候他没有他这么聪明。不过照样可爱。这个你懂吧？只有咱们做了父亲的人，才能有体会。没错，不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吗？好了，开饭吧。来。小盼，其实我好久没有参加过这么好的家庭聚会了。说真的，我还挺紧张的，挺不适应的。人总要劳逸结合嘛，你也该放松一下了。你在王家工作，他们家人怎么样啊？哎，外婆跟小王总确实性格有点怪，不过人都不坏，跟我爸有点像。我觉得你爸那人挺好的，风趣幽默，挺有意思。宝贝儿。哎呦，醒了。爸爸，
我梦见你和小盼姐姐还有我坐在大船上。那袁一高不高兴啊？高兴，只是有点慌。行，下次爸爸开船的时候稍微开得稳一点，啊。啊，咱们回家。哎，袁一，哎，宝贝儿，小心点儿，小心头。哎，小心头，坐好，坐好啊。好，哎，把安全带系上。好极了，宝贝儿，咱们回家。小盼，你回去吧。你慢点开啊。嗯，我们走了。拜拜。来来来来，哎，哎呀，彩椒中焗馒头粒儿，哎呦，又名五彩黄昏汤。林嫂，这么漂亮，真看不出你还有这一手，真好。这就是林桑做的食疗吧？快尝尝吧。就是雕虫小技，别的本事我也没有。这个太漂亮了，都不舍得吃了。哎，您有什么不舍得的？等您吃完了，明天我再给您做。真的？啊，那我吃了。啊，吃吃。什么味道啊？妈，你闻到了吗？啊？什么味道？那种膏药的味道。膏药？啊。哦哦，哎呀，那个王总，您鼻子真好使。我是昨天晚上受了点风寒，腰不舒服，就贴了贴膏药。嗯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现在就把它摘了。哎，林嫂，林嫂，你等一下，你赶快去那沙发上躺着。小盼，我们家那个储藏室里边有那个红外线灯，赶快把它拿过来。哎，好嘞，你快去，躺在那儿。干嘛呀？哎呀，你快去吧。哎呦呦，妈，吃完再说吧。没有没有。干什么？你快走吧。哎呀，不用不用，马上就已经好了，没事的。哎呀。快躺下！哎呦，不要不要，真的不要了！哎呀，你就躺下！哎呦，我真的不要！你翻过身来，把身翻过来。哎呀，其实都已经好了，没事。你快点，你听话吧，这样很快就好了。啊，你把那个衣服扣子解开。还脱衣服？对对对，你快点。没有，就把这衣服撂开就行了。你快，这个红外线灯啊，过来。行了。我就撩开一点儿，你怎么还这么羞涩呀你？你不是，好好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红外线灯啊，要直接照到皮肤上才有用。哦哦，好，好吧，小盼，快把那灯拿过来。嘞，来，快趴下。哎呀，不是，别疼。来来，慢点啊。好，叫你撩起来。哎哎，小盼，你别走。你别走，小盼。你得帮我看着点他，让他老老实实躺在这儿，不能让他起来。啊，小潘，你得看住了我啊。热了吧？啊，热了。对对对，你放松，你放松，你那么紧张干嘛呀？你放松一点，好吧？不紧张，我不。哎呀，不紧张才怪。你能不能 PS 几张丽江的图片，然后把我们俩的合照贴上去，拍张照片给我，我想要发一个朋友圈给外婆看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还有啊，我明天就回来了，提前通知你一声，你做好准备，明天晚上7点要去我家的。不是还有几天吗？外婆身体不好，最近我家那个竞争对手在我家总店对面开了一家新店，还把我们的厨师总监给挖走了，我这不得提前回来吗？行，我知道了。
兰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特意给你送苹果。哎，你别小瞧这苹果，是绿颜色的，可口感是又甜又脆。你尝尝，我都洗了，洗好几遍呢。怎么样？哎，这是人王一阳，他的客户从新西兰带过来的，纯有机。据说花多少钱你都买不到，因为人家那儿啊从来不用农药的，啊有害虫全靠瓢虫啊蜘蛛啊用这些天敌来控制。真是啊，跟着大老板工作见多识广啊。你看，我说咱俩缺乏了解吧，见多识广那是一贯的。嗯，这段时间我净往王家跑，中介也顾不上。咱俩说话都生分，那也很正常。我忙我的，你忙你的，大家各忙各的嘛。哎，那不行，人嘛就得多交流才能了解啊。你比如我跟王一阳，啊，以前我对他也有偏见，我认为不就是有钱嘛，啊，就怪怪的，那钱还指不定是从哪儿来的，啊。可是这一个星期下来，啊，我们俩从早到晚在，不是晚上了，就是这八小时吧，啊，我觉得他这个人，实际上还是挺热情的，啊，心地也善良吧，人吧，就，我还得走呢，啊，一会儿我跟王一阳还要参加一酒会，我没办法。外婆，那个小王子晚上回来，林桑也跟着一起回家吃饭吗？是啊。哦，那我就让朱阿姨多准备点儿。啊，外婆，你有没有觉得最近林桑跟那个小王子走得挺近的？你的意思是，嗨，林桑不是我女儿的菜，他们俩在一起啊。我100个放心，太好了！你说什么？我说太好了，我去关火。怎么最近说话都怪怪的？王总，你好。咱们再约一下。哎，你想多吃点儿。老公，你快兰姐，兰姐，你怎么？怎么穿成这样？新郎官啊！你起来，我要是新郎新娘谁？真是。哎，就先瞎开玩笑嘛。我这是工作服，的性质跟你这个是一样的。你怎么？临时找了一个活儿，所以就过来了。
真是临时啊？啊，我明白了。你听说我要来参加酒会，于是你就不放心了？啊，我不放心什么呀？啊，我放心我的表现呗。哎呦，林萨林萨，你呀真是想多了。讲心里话，我今天就是来干活的，没有别的。可是再怎么干活，这打扫卫生也不用亲自出马。不是临时的活吗？人手不够，我当然是亲自出马。再说了，这个可是我的老本行。我走了啊。外婆了，你把我送到外婆家好不好？好啊，等爸爸忙完，就把你送到外婆家那儿去啊。爸爸，嗯，那我去外婆家，你一个人在家会不会孤独啊？孤独啊。袁姨不在了，就剩爸爸一个人，那爸爸只能享受孤独了，怎么办呢？爸爸，给你。袁姨啊，哎，干嘛要给爸爸钱呀？你出去玩，和小胖姐姐一起看动画片，袁姨请客。哼，还袁姨请客？行了，你留着吧，爸爸这儿有钱啊。爸爸，你说的是真的？爸爸，你到底听不听话？啊，爸爸听话，爸爸保证完成任务。发财了，哼！小心啊，这个当心。来，换一个。哎，好嘞。啊，这个是干净的。真没看出来啊，你干活的时候还有模有样的。你以为？林嫂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你在干嘛？包总。我在这儿，我哦，兰姐，哎，王子好啊，你好你好，李桑，快过去吧。咋了？我还怕你被什么人给接走了呢。你这哪儿吹来的妖风啊？春风，第二春春风。想当年啊，那日本你爸去相亲，眼看就要大功告成，结果被一个穿着阿玛尼西装的老男人给打败了。如今你老爸也穿上了阿玛尼西装。那你现在是准备打败谁呀？我现在就准备打败，任何对我女儿不怀好意的男人。帅吧你老爸，哎，我跟你说，你现在不是帅不帅的问题啊，你现在这是发达了吗？哪来的钱买西装呢？还有你哪有时间买西装？你说实话，是不是小王总给你买的？不，这不是新买的。他说这是他以前男朋友的。你现在每天都赶过来给他做早餐，没事你还陪他出席一些高级场合，你到底什么情况？哎，你光说啊，他神了。我来上海之前他就预言了，说你到了上海只要站稳脚跟，你就会时来运转。你不要打岔，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对他有意思？
光叔他还说啊，他说你到时候来了第二春，你身边呢就会出现一个貌美如花的女性。那你别忘了，你身边还同时出现另一位貌美如花的女性。是。我是怎么了？我是疯了吗？啊，疯了！那下面请听独子第一奏，乡绅的红叶赋。我提醒你啊，你不要迷失自我。是，闺女提醒的好。我干脆我也提醒一下你啊，你看你现在啊，身边也同时出现了两个男性，左飞。放我啊，他们两个人都对你有那么一点点的，是吧？你到底怎么想的？你自己发完春梦了，然后你又帮我发春梦，是不是？你怎么说话？你我告诉你，左飞只是因为我帮他照顾女儿，我们成为了好朋友。嗯，明白了。方萝卜，那就更是好朋友了。你不要瞎跟着起哄好吗？那你要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。啊，既然是好朋友，你每天下班就不要麻烦人来接你。哎呀，你不爱听是不是啊？你看啊，他每天都……哦，我不说了，好吧？那我还得陪王总去谈事儿。你一会儿下班，你打车回去，好不好？打车啊！哎呀，你快点，你家小王总等着你呢，快！你省钱不省钱？打车。朵大设计师，今天又是什么节目？不会又是小龙虾吧？啊，那个太低俗了。今天来点高雅的，有人请我们看电影。谁呀？袁一。袁一请我们俩看电影。一开始我也不相信，但就在今天早上，这件事情发生了，而且还有证据，你自己看吧。袁一赠。袁一太可爱了，没白疼他。袁一交代了，说什么片源由您来挑，但最好是找妈妈那种。给个面子吧。嗯。来，请。系好安全带。谢谢。睡着了，最近太累了。没事儿。你怎么了？
你刚才是靠在我肩膀上睡着的，我没敢动，现在颈椎病好像有点犯了。啊，对不起啊。啊，没事儿。哎，要不我给你按按吧？啊，不，不用，不用。没事，我学过，真的，真的。来来来来。啊。我给你按按，你就能缓一下。啊。这儿。往里一点。往里一点。啊，对。这儿。哎。是这儿吧？哎。哇，看来你这是老毛病。啊。怎么样？手劲儿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觉得我给你按一按，你就能好。嗯。坏了。出什么事了？我口水不会滴你衣服上了吧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走吧，走。真没事啊？啊，没事，真没事。林桑，帮我把后备箱的水果拿到屋里来。好好。你没事吧？我现在去你家给你做饭吃，怎么样？今天我有事儿，你不要来了。那我过来做了饭就走。反正八点我要去客户家，随便你吧。那我过来。非得吃软饭，我点了你，我去要揭穿他的真面目。丽萨，我再给你捋一捋啊！现在你是王家司机，我是王家管家，你不许慌忙。好吧，可是他的真面目，我得告诉他。哎呀，你怎么了？天哪！你吓死我了！你吓死我了！我用土猪肉辛辛苦苦熬了一天的皮冻了，对不起，外婆最近老是骂我，对不起，我就想好好表现一下，我现在怎么办呀？我哎呀，对不起，我没注意。那要这样，冰箱。
大米。哎，我去，居然还有补一下。那索性我给你们做一顿寿司料理。你别着急啊，那个林灿他以前在日本开过餐厅，是大厨出身，真的。真的吗？啊，你看，那行，那我给你打个下手吧。不用，你现在去超市啊，买一点点日本酱油，再买点寿司醋和芥末。日本酱油、寿司醋、芥末，行，我马上就回来，你好好做啊。这次你想赶我走也赶不走。你不许胡闹，知道吗？你不许胡闹，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关系。你说的我们是我和你呀，还是那个混蛋和你？我都不想。哎呦，老婆，我求你了，我说现在心里特别乱。你真的，你有什么问题？听说家里又来新人了，你们二位谁有空啊？给我做杯咖啡呗。嗯，这王东图啊。嗯。幸会啊！你就是那个周志伟的。我给你来一杯吧。你想要什么口味的 ？Espresso。Espresso。我觉得 Espresso 的苦涩压不住王小姐的疲惫和厌倦。嗯，要不然我给你来一杯爱尔兰咖啡，你尝尝。不按套路出牌，有点意思啊。你喜欢不按套路的。王小姐。你的爱尔兰咖啡。说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？能把咖啡做那么好喝，不一般。我以前在日本的咖啡馆打过工，老板是爱尔兰人。哦，我猜到了，你就是那天带我外婆去飙车的那个女孩。这世界上能搞定我外婆的人，不是一般人。不就是虚张声势吗？这我擅长。听说你还带着我妈去火车站玩表白。嗯，对。你们这一家人都是极品，外婆心里住着一个男人，你妈妈呢还停留在少女期，而你表面上看起来没心没肺，玩世不恭，实际上你的心里有一道墙，不许任何人轻易进来。外表是个青春少女，张嘴却是个毒舌天后，反差萌，难怪能搞定我外婆。路途，吃饭了。散落在空气中的记得多少温存，失去时拥有，风遇见了我们的伤痕，面对面梦里的时光，醒来是夜晚的清晨，疼痛的年轮与看见一双手。来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我们新来的美女管家，这位是我的未婚夫周志伟，日本东京大学的化学系博士，学霸。はじめまして、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初次见面，请多指教。太巧了，他之前也在日本工作过。是吗？在日本哪里工作啊？东京。是去留学的吗？上过中学，读过短期大学。私たち知らないで言わないでください。いいですか？你在用日文说什么？我在说，我觉得这位小姐长得很面熟，是不是在我曾经打工过的拉面馆吃过拉面？没有，
不过我的初恋男友也在拉面馆打过工，不是吗？那，你现在跟你初恋男友怎么样了？我们算是分手了。日本的拉面馆有毒啊，不能再去了。看来事业弯的青春，从头的面纹与看见你，双手后的单纯。你是那天去半天，你连一句话都不说，你，笨蛋。干脆我先把这小子做了。 你要真想冲我不拦着，感觉这样做值吗？我可得受制，连冲着这口恶气再走。哎呀，你回来，你就想出些狠毒手办法，你还是死心吧，吓死我了！我以前就听说小景的男朋友会说日语，我还不相信呢，没想到刚才真的叽里呱啦说起来了。哎呀，好厉害！天哪，林嫂，这是你做的寿司啊？我第一次。 见到这么好的道工，好厉害呀！哎呦我的天哪！多多啊，这次和小伟出去玩，怎么样？开心吗？挺开心的，外婆，我就是听说刘家抢走了咱们家的厨师总监，所以连夜结束了跟知伟的丽江游，回来安抚你来了。哦。 一个厨师总监就把我压垮了，告诉你们，我已经请好了新的大厨，明天呢就要去教你们试菜。小伟，你明天有空吗？工作怎么安排的？我明天啊，是这样，外婆，我最近是做一个课题实验，可它总是失败，我想明天再试试。图图，你看。 这点你要好好向小伟学习，他老想着工作的事儿。你呢，娇娇二气十足。外婆，你怎么又说我呀？他呀，不是娇气，他很独立了。他不娇气的时候，那是您没有见过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当心点儿。小胖，没事吧？ 宣布开饭，你摆好桌，我来上菜。你干嘛？按照规矩，大厨最后都要出来见客人的，尤其是今天这么重要的客人。啊，来了来了！啊，林桑，这些都是你做的？我在日本开过餐厅，正赶上今天有这个机会。 太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，林桑，你的手艺真的不错。哎，小周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新请的司机林桑。林桑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女儿王若图。你好，你好。这是她的男朋友周志伟。你，元気ですか？初めまして、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是吗？我刚才跟他说初次见面，请多指教。 林桑特别能干，你看，不光光的寿司做得好，他最擅长的是食疗，他汤啊煲得特别好。林桑，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你不会的吗？不会，有头无尾。
所以请允许我给大家介绍这几道寿司。哦，好，想不到咱们家卧虎藏龙，欢迎讲解。这道寿司是我独创的，主材三文鱼，配以春天采来的海菜和沙拉酱。因为春天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，也预示着人的一生当中的青春回忆，所以我为这道寿司取名为浪漫回忆。没想到林桑啊，内心还挺暖的。这道寿司叫千金一击，主料金枪鱼，取名金枪鱼当中的枪字，寓意着尖锐和锋利。这道寿司红白两色的米做成的，中间裹有香蕉还有果酱，我为它取名叫悬崖勒马。这名字怎么那么丧啊，但是我喜欢。这搞得我现在好想尝尝啊。